我们来关注一下伊朗的核问题。中国表示，解决伊朗核项目问题需要举行更多的会谈，而不是进行更多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制裁不是目的，这些问题应该通过对话解决。伊朗星期天宣布了建造十处新核设施的计划，这些设施与其在纳坦兹的主要核设施相似。伊朗核机构的负责人萨利希说，德黑兰的这一决定是对联合国核机构要求德黑兰停止铀浓缩活动做出的直接反应。国际原子能机构上星期五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伊朗停止新建最近曝光的库姆城附近的核设施，以及公开所有其他隐瞒的核地点。